Round one. 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， 追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。Round two. 今晚演出的 rapper 算得上是他最喜欢，他走到吧台先点了一杯。Round three.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你们猜最后布丁选的谁？